啲腳板底點解會痛咧？第一行路咧，另外咧就是、我哋有啲嘅神經受損嘅問題，即可能你唔知道自己幾時屈親啊、整親啊，有啲撕裂啊都會嘅。好，你而家你行嘅時候先痛定係？定係幾時痛啊？行痛。行痛。但有波有對波鞋度冇？我哋靜少少啊！我哋靜少少啊，靜少少。即係如果屋企唔著波鞋，就咁赤腳行就。你而家不如赤腳行嚟睇下。好，你跟住就篤俾我睇你邊個位置嚇、啊。今日好啲係。而家有冇痛啊？好輕微。好輕微邊個位啊？左腳定右腳？兩隻腳都係腳板。好，我幫你試一隻腳好唔好？你覺得邊只腳有覺得痛多啲？手套。係呢個位置。第一層。好，聽啦。唔使啦。唔使啊，我記得。好嘅。好，邊個位置你覺得最痛？你自己篤啦，一點，一點，係啦。暫時唔好痛嘅，但係就你篤一點，你覺得痛嘅、嗯，我想教你點樣貼啫。今年就唔痛，琴晚就好痛。你見到我即刻唔痛啦？見到呢？好啦，跟住你而家你篤一篤，你一個位你覺得而家有痛嘅，我哋先處理咗佢先咁啊。今年就冇痛。但係有冇邊個位痛？壓落去啊！暫時冇，全部都唔痛。如果你全部都唔痛咧，你係淨係嘅間唔少痛咧，係一個神經問題嚟嘅啫，即係唔係話一個傷患。因為咁講，我係長期孭住個背囊，痛個背囊。好重。咁可能呢幾日係點痛嘅、嗯，但係今朝就已經冇咁痛。嗯，你行到腰有冇痛㗎？冇嘅。但係你有少少嗱，你有少少腫嘅喎，你見唔見到你呢啲位置有啲腫啊？你撳落去，呢啲位痛唔痛？唔痛。唔痛嘅。你平時係邊個位痛？腳板定係跟呢個位 ？OK。呢、這個呢、這個。好，呢、這個位痛唔痛？都唔痛。少好輕微嘅。呢個位。呢、這個位，呢、這個位 ，OK， 呢度，好輕微，好輕微，好輕微喺入邊嘅係咪？唔係表皮嘅，好嗰邊咧，嗰邊腳試一試，好呢度，呢度，呢、這個位唔痛，呢度都唔痛，呢、這個都唔痛 ，OK， 咁我哋試嗰只腳。在入面的痛很輕微，好，我們就試下連那輕微都沒有，早兩天就很痛。好，那我幫你貼一貼呢，就令到你知道下次你怎樣用。 OK， 一樣這個就貼在它痛點，跟住你的腳板呢，是的，腳板呢就可以貼在這裡12點方向。 OK， 就是這樣的。 OK， 好了，現在你喝杯水先。一定要喝杯水，一定要喝水，因为没有细胞，水就是细胞。我们用细胞，即是自己的细胞修复自己，那你要给冰它嘛，冰在哪里？水那里。行不行？跟着好。 OK， 好，现在我再来了。好，现在那个痛有没有再少了？已经不痛了，已经不痛了。好，你走吧，跳下，有没有痛？没痛，都没了，没痛，没痛，即连那少少都没了。是是是。 OK， 那即那个位置就对了。是。好，那呢，这个位置呢，这个位置是一个很好的位置来的。各位朋友呢，我们看着了，脚抽筋，腳抽筋或者是腳平時哪個位置痛呢，你都可以貼在這個位置，這個位置叫涌泉，凹了下去這個位置、這個位置是我們一個很大的穴位來的。如果你逢親的腳、走得不好、或者腳呢扭親、痛，你都可以貼在腳板底這個位置的。為什麼要足底按摩呢？就是因為腳底有很多我們不同的穴位、好了，你這個位置痛，我現在貼在這個位置，一個貼片距離，你這個位置已經不痛了，那我就可以撕掉它了。那不要浪費你這今天都全日貼住它、去到今晚才撕掉它了。好啊，好了，就這樣了。好， OK， 好。